哇，等一下啊。早安，这边是想睡觉睡不着的繁星。啊，看。想睡觉睡不着，各位早安。声音可能会有点无力啦，就包含一点啊，哦，体谅一下，睡不着。8点上课，那赶快去。好呀，对不起，抱歉啊，对不起。来吃早餐啊，烦，刚刚。被问说要不要吃早餐，我是说不想吃，然后当然想想啊，还是吃一下好了。要想说开个台干什么？教主睡不着，帮你 QQ。我想说你要帮我睡觉嘞，原来是帮我 QQ 啊。这耗的好快哦，好开心哦，这样不很快，很爽哎！只有火球从我眼前飞过去啦。一起熬夜的部分没有啦，那你们也没睡吗？有没有想睡的还没睡的赶快去睡哦。我现在是有点在撑时间到吧。到心情就很差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。卖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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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闹不要闹，没空理你。哎呦，找不到，本来昨天要开的，但是菜渣因为在他的这台那个开伺服器的电脑在忙，所以昨天没有伺服器可以玩。想说，想真的去找一个岩浆的来玩，但是好像真的有点难找。没有小开一下啦，等一下可能就带去别人那边去，可能音乐台啊，对不对？音乐在开台啊，如果有兴趣可以过去帮忙他看一下，挂个台哦。虽然他不是外卖快，但愉悦真的在很努力在过生活，嘿。
因为有几次想开早餐早上台，只是觉得我不知道干什么，然后常常都是开着音乐的台上挂着剪片啊，我就是不知道干嘛。早上好哦，哇，回我了，我完全睡不着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回你完全睡不着吗？要不要去睡觉？要不要给我去睡觉？是给我去睡觉、哦。那时候本来也是想要用那个铁质地板压力板来盖那个压制，但是那个是哪里轻松高效，那时候因为挂的时间不多，所以那时候铁其实不多。靠一边啊，不小心的啊，算了。当然啦，你也想被回，我都有看到啊。是你要打一些我不能回的东西吧？啊，你打一些类似有些像自言自语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啊，对不对？你讲有道理吗？黑明星什么东西？像你们有些打一些看不懂的东西，要我们怎么回啊？懂吗？今天你要一个人回你话，首先你要先打，啊，前提是他看得到吗？这前提嘛。啊，再來就是你要打一些他能回的话、啊，你打一些自己看得懂、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话，要怎么回？我忘记。地狱这样铺是要做什么的？压制啊，压力板上面不会生怪啊。压力板啊，红那个按钮啊。而且用压力板的好处是因为你这样按着右键，它不会跟半砖一样这样叠很高。而且现在铁太自由了，帮忙耗一下，让我们地狱铺上雪白的。画面，别的地方有下雨了吗？南部这边下一个礼拜了。淡水这边哦、喔，看心情哎、欸。前天还有下，昨天就没下了。虽然淡水这边应该照理说是，别的地方都下雨了，淡水从不缺席。可是近几年你也知道温室效应还是什么气候变迁，淡水变得不是很会下雨，干嘛啦？啊，至于这边我本来也在思考要不要铺，因为也会生这个。我说都压了，那就压到底吧。太多雨教主会受不了吧？我觉得还行，总比太热好吧。
因为太热的话，我就不能这时间开台啦。其实我这时间我家已经33度了、欸，你看早上7点多，我家就33度了。所以下雨对我来讲是好啊，只是不能台风天啊，就台风天雨水啪打在铁皮屋上面，会不好开台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不是不开台，是我的环境没办法。阿伟真的是想要真的搬出去啦。哎、欸，没了。好的。那这个碉堡里面也要一样。早失眠。失眠的安安，失眠的。那、啊、这雨真北七耶，每次都堵在门口，不也是跑出去了？啊，好喽，大家一起失眠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再跑进隔壁啊，哇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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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你还没睡，我还没睡啊。33度太夸张，不会啊，老观众都知道，这是我家正常温度。啊，总是很多人会炫耀说他也是在住铁皮屋。你看，像这个都又是菜渣扔进去的，叫我丢这，嗯。到底啊，不一定是菜渣跟其他人，我不知道，就帮忙扔吧。可以，下雨很刺激，对啊，又噼啪剩一大堆啊。高雄夏天室外接近40度。真的要比吗？真的要比的话，那你就是要真的在室外待着，你不能在室内待啊。你室内的话，你一定有吹电风扇什么之类的、啊。我是室内就40几度了、欸，你不是想要比啦？一定有比你更惨的啊！我家去年最高到43度吧，二楼，所以那时候电脑是要直接，就算有水冷，我也是强制给它关机，不让它开。我记得四月你就说40度了，对啊，我家四月就40度了呢。背景好熟悉，这个是露西亚的 BGM， 哎、欸，都拿走。好热好热，不会很热啊，所以搞不好等一下不是开到累，是开到热，太热没办法开台，我去楼下休息避暑。我铁定是这样的数字啊，
东西一接收到繁星的时候，都过来。哎，哎，别让我生气！哎呦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不能看直播，要上课了，叫我去喝多了。有啊，我都有喝水哦。这夏天我家楼上就是不能放巧克力来吃。放不到两分钟就融化了。好久没看繁星直播了，你是都没来看我的台，是都在忙没来看台？我好歹一个礼拜也直播个五天呢，四五天呢。谁？又谁？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这里高三快开学了，加油哦！希望到时候避雨的时候疫情结束。碧旅已经去完了哦，是哦，好啊，恭喜你。有些人不是碧旅是去不了，被暂停了。那、啊、恭喜你，你是幸运的孩子。谁啦？谁发出奇怪的声音？干嘛？前几天在路上看到纸箱里有小兔子，可能被人家抛弃了。怎么可能？那一定是被抛弃的啦。然后嘞，于是把它带回家了。啊，你要先多大？很大只吗？你要赶快第一时间先带去看医生哦。不管是夜市买来的还是路边捡到救援的，第一个时间就是要先去看兽医。那先讲一下，
肚子看医生的钱很贵哦，最便宜最便宜也是500，只是看他的健康健，只是稍微检查一下就要500块了啊，如果开药啊还是动一些小手术，起码都要2-3千哦。动物没健保，对啊。也不是医生想要坑钱啊，是真的兔子就是这么贵。你是住哪里啊？如果是北部的话，可以建议你去。来射朱布林，朱布林，射。哎，对。谁会赢啊？小动物看医生，我哥以前养乌龟开刀，乌龟开刀，哇啊，爬虫类哈，辛苦了。我以前算同学吧，他跟我另外一个同学就是一起养那个一人一只那个仓鼠，然后好像骨折吧，也跑去开刀，我说哇，用小动物开刀。好特别哦，然后就是仓鼠连那个寿命也都不长啊，他说养2年就走了。跟他说养那只仓鼠是友情的象征，这样子。总之，肯在宠物上花钱的，真的是至少是个好主人。有些是觉得说啊，这只小动物啊，不用花钱没关系，走那一种的。哦，那种真的想扒下去的，哎，就是讲难听一点，就是抛开小巴雷。对啊，所以仓鼠是养2年，对啊，差不多的年纪啊。而且我觉得我最佩服的是薯条，我养它到现在从来没有感冒过，哎，这是我最。对对，怎么讲，得意吗？我是觉得薯条养到现在从来没有生病过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它是个健健康康的小宝贝。对啊，哎，没有了。兔子只要是喂草，对吧？对哦，不是草，是牧草。你要挑什么？是挑什么？你先回答我，我先好好看你。你没法养，我妈会怕。你捡到那一只兔子多大？我刚刚没有注意看，抱歉。我现在好好看。你捡到那只兔子大概多大？现在布布几岁了？4岁了。因为小兔子有分他们吃的草的那个品种嘛，还是什么？就是像小兔子就是要吃嫩草嘛，那再长大一点就是越吃越粗。安安啊，嗨，韩文安安。牧草应该台湾用台湾自己种就好，哎，你就买那个提摩西草就好啦。大概就是100块，然后一个很大包，真的，这大概够吃1-2个礼拜。然后兔子的草是要一直给哦，然后就你要抱着，就是兔子可能会浪费一些草，因为他们其实也会挑，他们就可能咬一咬，他们主要是磨牙啦，
然后咬完之后就会把那个，可能有些草会就是不吃，然后会跑到笼子下面去，那些就扔掉了，或是拿去附近当肥料。好久没听到浅浅叫声了，浅浅的叫声还是浅浅的笑声，这有差呢。正常啊，人都会挑了，所以正常。算了，我把简体字用掉了。不，猫咪跟兔子打架要看个性啊。那个像布布的话是，只要是兔子，他都目前啊没看到跟他很合的兔子。布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醋桶，你只要身上有其他兔子的味道的话，他就会凶你。用完你之后就会跟若无其事一样说嗨，你回来了，那种。布布其实很乖，就是养到他，他真的是天人家羡慕的那种，就是会有人讲说啊，别人的宠物，啊布布就属于是那种别人的宠物的那种。过了，但鹦鹉它自己飞走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太相信鹦鹉哦。虽然真的是很要好，很要好，跟你我从小养到大的什么的，会跑就是会跑、哦。每次看到那个论坛上面很多都是什么在外面不见的那一种，就太相信自己的鹦鹉啦。尤其是那时候看到一个大安森林公园的一张照片，因为大安森林公园那边有一个好像是隼吗还是什么，就是很像老鹰的，然后看到他的猎物是一只鹦鹉，哎，就薯条那种小鹦鹉，哎，我看到整个是难过死了。我有养鹦鹉，你听到后面这不像鹦鹉的声音是什么声音？天哪、啊！上次有人问说布布是谁，现在有人问说我有养鹦鹉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们这些观众太新了吧？去把我影片全部补一补啊！养兔子比较好吧？真的要讲的话，你不能这样比呢。真的要比的话，还是要看个性呢。你如果遇到一个个性很黏的兔子，那一定是养兔子好啊。如果今天这只兔子个性就是，哎，不要来摸我，不要来碰我，去做你这些事情。其实很，通常养鹦鹉其实会比较好，因为鹦鹉的智商有到小孩子的三岁，也是最皮的那种。所以他们会做出一些很好笑的事情，而且鹦鹉小只不能这样比啦，反正就是你养宠物就是要有责任啊，也不能说养什么好啊。像你想哦、喔，你妈都没有嫌你说养你不好了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说啊，养男的好还是女的好这样。但我当时是真的很希望布布是母的，啊，结果他真的是母的，还好是母的。阿谦的影片有艾伦叫，繁星的影片不止啊，我
最近的影片还有樱花精灵在叫、欸，好呀，干什么啦？啊，臭猪！你先忙，好哦，嗨，八公，这在干嘛？生怪压制。可怜的神怪牙，痛傻啦！没你的事，没你的事，没你的事。被洗了，被洗了，被洗了。不用了啦，不用了啦，这么多不用了啦，啊不用了啦，啊不用了啦，等一下，教主要不要置顶一下在做的事情啊？好啊，一下，那我们看啊，一个人用也是压力版真怪压力的的的的，我搞不好等一下开一个小时就去睡了，不睡了啊，休息。但我觉得他们不会看到。晚安，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，拜拜。话说，有看到布布吃自己的粪便吗？有啊，他们会吃盲肠便啊。布布吃大便是很正常的事哦。对他们来说，那个是特别营养的东西哦。就不要觉得说肚子很脏，都吃自己的肚子大便。怎么样？就是因为他们吃掉自己的大便，他们的大便才不会臭，因为他们把最臭的大便吃掉了。如果今天肚子不吃自己的大便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味道真是臭的不行。我没有睡啊，哎呦喂啊，没有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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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通常人家弃养的肚子啊，99%是没有结扎的，哎，所以。结扎又是另外一笔费用，所以有时候有爱心是好事，只是有没有能力啦。所以我那时候开台才会说，你看哦，今天你弃养一只兔子，啊，啊，我们又有了。棒了，你今天弃养兔子，但是
你一个怎么讲，一个有爱心的人，他再有什么爱心，但是他能做到的东西有限。像你看一个人的家里可以养多少兔子，而且兔子是会打架的，又不能像那种放养这样子，因为他们会把那个压力板会被炸掉哦，好酷啊，他不铁制的吗？对啊，就一个就算真的有爱心的人，他能做到的东西还是有限啊。今天我好像真的有爱心，可是我家的环境不允许，那怎么办？就只能就是捐钱给那个爱兔协会跟浪兔协会这样。所以那时候去年才会把你们给的生日的基金捐出去。繁星的兔子会顽皮吗？顽皮吗？其实还好欸，就很可爱啊，很听话，偶尔会帮我剪片，可现在没有了。玩哦，晚安，要睡的晚安，你困啦。其实我现在眼睛已经那怎么讲，我眼前有点在晃，眼睛有点在晃了，不是眼睛啦，身体有点在晃了，眼睛开始快看到幻觉了的那一种，就眼睛已经开始在迷茫了，就是睡不太早，而且。最好像是我那个我半夜12点的时候还在外面玩健身器材，然后把自己弄到很累，就还是睡不着。最好笑这件事，可是心情就很低潮啊，眼皮在跳，身体在晃，没有眼皮在跳，眼皮跳是昨天的事情。欸，其实昨天诺英想和国师无双啊，是真的想让他和，他还没和。是咬死。我想说他没和过，让他和。可是那时候准备去看他要拼什么牌的时候，发现我手上没有那一张。对啊，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立直了吧，所以没办法说为什么就可以。我昨天没合到，看他很难，真的很难过。然后哇靠，好像真的有点难过哎。
哦，这边早上这有点太大了，哎，好难压哦。蓝莓，你带不带？我们说好一起压的嘞。我、哦、好像压的蛮多的人呢，多以内。昨天玩光遇玩到一点，滑鼠中键，哎、欸，有人问说怎么用的吗？压制本来就比较花时间，所以才想要找那个啊，纯天然岩浆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有，你过来。每次盖神怪塔这种东西，最烦的就是鸭子啊！然后最酷的是，用的人还不会感谢我，还没有感激，是最酷最难过的。他们就说啊，理所当然直接用了，没有保存那种感激之心来使用这种设施，没有，跑那边打而已，就像我的城市塔。他们只有介绍这是城市塔，没有说这是繁星盖的城市塔。那每个设施上面都要贴个告示牌，然后注明谁谁谁建设。靠！繁星拜拜拜拜，有机会和繁星玩光遇吗？其实也没什么机会，因为我除了 Switch 就没有办法把手机截取在荧幕上面，所以很抱歉。我也很想实况光遇啊，就最近也因为一些事情，我可能光遇差不多要弃坑了。那主要是没时间玩啦。那太多想买的那个啦，但好蜡烛都要时间啊。最近跟我一起跑的那个，又花时间也比较少了，他也很累啦，我也没有怪他，因为他要上班，下班还要陪我跑。把这些叠完吧，我们就休息。光遇要干，对啊，所以有时候他其实都会体谅我，就是让我在开台或者是剪片的时候，那个可以吗？都会让我边剪片啊边开台来跑。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让他等，我觉得很有人会过意不去嘛。所以我都会开始找那个尽量就是带他跟我跑的时候，我把手边的工作停下来。因为如果我不停下来的话，我们跑的时间可能会从两个半小时增加到三个小时以上。那时候我就开始渐渐的没有开台，就是时间留给他嘛，就是我们在跑，就是真的很专心跑，然后跑到蜡烛变灰色，我们两个半小时跑完，干什么？收蜡烛其实更好一点，收什么蜡烛？你说直接花台币买蜡烛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第一次听到收蜡烛的东西。还是把账号让给人，请他们跑。可是我账号不能让啊，因为那是我 FB 欸。不过就是真的很信任啊。我
我大概光遇能信任的人就那有两个人吧。如果大概变灰，没有啊，变灰就是20根不是吗？我怎么记得是20根啊？红白刀会20根。你干嘛？哇，有得补了，这边还有欸。蓝莓。啊，这边。刚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你就要打。哎，不见了一只。那竟然有人在留言处问我说：“奇怪，为什么凋零骷髅头不打你？凋零骷髅为什么不打你？”我说：“搬砖啊，搬砖可以卡住他们啊。”早安哦，不要一直刷哦。早上没有管理员，但是也不可以一直刷哦。我不行，身体在晃哦。盖完这个，赶快休息。起床上学了，上学了。你们是鼠妇吗？我看好像问屁话欸。也是鼠妇还是补习班那种啊？在补习班有开吗？不然我现在问问题啊，可是我现在人在发呆。看。9月10号吗？还是9:50？哦，补这边应该都要补砖块的。完了，这里没有。你们伺服器炸了？什么伺服器？怎么了？你是要我安慰你吗？拍拍，呼呼，温柔优美。靠腰啊！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最后了，我们铺完这些就回去咯。嗯。啊，如果谁跟我讲说这很浪费的话，我就说浪费屁呀！好歹铁巨人塔也是一开始我先盖出来的呢。我有权利使用吧，那摆着也是浪费，对不？对不对？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好了。对啊，而且花也拿去做股份了。安安呐、啊，晚上不是晚上，早上好。然后上面这些要压哎，然后其实效果有稍微有，嗨，嗨。我找自欺欺人，可是我都没有在清管哎、欸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我的右手。现在干嘛？看置顶哦。右手告诉你就要休息，有，我右手开始有点麻了，一直按着右键。让地狱也有一片雪白的地板，哎、欸，赞哦、喔！
东西半夜十一点该睡啦，光月可以帮忙带团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那时候跟你说我要跟你要好友、欸，哎。嗯，主要是跟习惯优化的那个啦，我那个司机的路线，他真的是啃得一干二净哦，他吃得很干净，哇，真的很好看啊。反正在想这边要拆掉还是要压、欸，不然拆掉还是要再压，啊算了，留着吧。哦，身体好晃哦。请问几点开始直播的？7:07吧。所以大概直播已经一个小时了，嘿。所以待会我要去休息。嗯，家里温度也开始来到36度了，36度咯。嗯，没有，他应该是从下面走上来的。有发现上面还是真怪，我一定崩溃，崩溃死了。我想我们的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，就算你有一道墙，大概是要把这里要稍微压一下，哭啊！最麻烦的是这个啦，这些不知道怎么压，这个要晚一点等蓝莓回来。我一个人压这边真好累哦，先去压上面的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压里面好了，先去压里面。我看。第二颗，因为本来昨天不知道开什么台，想说就是开着这个在补压力板啊。哎，结束了，好了，没想到盖这个压一压还可以有两颗头。那我今天在干嘛？我今天其实打得很轻哎。好了，压力板打错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没事啦，他抖抖就熬。哎、欸，好蛮好看的，其实当然这边应该要补平啊，不然好丑。好了，我们要收台咯。再打一只就好。哇。再打一只凋零，不要打头啦，打一只凋零就好。
哎，我来看统计好了，看一下我打了几颗凋零，骷髅。这个是意外，这个那时候只有鞘刺而已。然后这个龙眼那个岩浆史莱姆是卡在中那个地狱门，我出不去也进不去，就被打死。打了552只，哦，真的是哦。然后再来就是我还要每隔两格。再放一个地板门，这样上面就不会生龙岩史莱姆。赶紧睡觉，还要先吃个早餐再睡，辛苦了。不会啦，再看。那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看隔壁的牌。等一下有两个选择让你们选，一个是那个诺英他们团体的一个人的台，另外一个是云月的台。那你们要看打 LO 的脏话一大堆的妹子，还是要看云月玩那个七龙珠，让你们挑。也不要说都看都看，结果过去马上离开啊，反正没关系啊，就过去嘛，支持一下。都过啊，哇，本来就是怕这种话。那亲一亲。哎呀，这边其实通通都要用压力板。A 外围这一圈，所以真的是有的盖的，不盖个一个礼拜，不可能压完的啊。艾希尔，对啊，周丽台啊，他关了吗？我记得他不是说耐久吗？打 LO 的那个，我先看一下这边不安全。等下地狱怎么会有安全的地方呢？等一下哦、喔。还有这么多、喔？有啊，冰山一角哎、欸。罗莉，你还有在开吗？有哎、欸。他人在吗？他不见了，他去哪里了？等一下啊、喔，看他去哪了。罗里去哪了？聊里嘞，还没关。他怎么去那台看他的皮不见了？痛啥痛啥痛啥！他去买早餐。好啊，要带人过去，结果他不带。我们就撑到他回来吧，啊，或者是有些想要先去看云月台的，先去吧。云月现在开到哪？应该还没，哎、欸，他开了八点开始直播七龙珠。天气炎热，让你变成钢铁。对啊，这个是云月的台。我看一下月月台，那这个是料理台，那料理真的是很难打呢。对啊，月月七点开的，
不然想说影院应该没那么早开台，想说先来偷开一下，然后发现准备设定好机器的时候，发现它开了，耶、yeah, ，可以回家了，好诶、欸，玫瑰蟹堡。好啦，东西带一带。带什么？没有东西带。好，回家咯。不、哦，好痛！怎样？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好了，你们可以点下面那个网址，我们进攻过去吧。在观台喽。老半天，我终于想起来了。我可以啊。可以来一句。再等我一下下，我想到一件事没跟维尼讲，等我一下。还含有好的那句吗？哎呀，不见了，又不见了，都是蛮好笑的啦。你的肉粽，我肉粽。我聊天是卡了，你们要乖哦，你们去隔壁要乖哦，不乖被延上的会是我，虽然我没有查，但是我相信你们的素质应该不会很差，有些新观众的话，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我们大概才来的，大概就是靠背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耳机关掉。难怪我闭嘴，抱歉。好啦，就这样啦。那个有时间我就开，然后是整地，可能今天下午还会再开一次啊，或轻松高效之后也会再开。就这样咯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谢谢来陪我，我要去睡觉，我要吃早餐睡觉了，拜拜。